我们接着往下讲心与脾的关系。心和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血液生成和血液运行这方面，就是血液的生成和运行。把它抽象出来，心和脾的关系集中表现为，我们在这里集中讲它表现为血的关系。一，在血液生成方面，说心主血，心主一身之血，心血为脾发挥正常功能，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而脾将水谷精微通过升清转输作用，上输到心肺，由冠心脉而化心血，化为血，将水谷精微化雌而为血。通过这样一个生理作用，把心和脾连接起来。反之，脾运化水谷功能正常，生血统血功能正常，保证血液充足，血液运行正常，有助于心主血脉的功能，两者彼此相需，相辅相成，这就是心与脾的关系。因此，在病理情况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失调，就心和脾的关系失调，常常表现为血液生成和运行障碍。将来同学们在学习临床课、学习方剂学的时候，认真去读《人参归脾丸》这个方子，它这个方子的思想就体现了心和脾在血的生成运行方面的关系。第三，讲心与肝。心与肝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行血与藏血；二，表现在神志上，就精神情志的调节。首先讲在血液方面，血液方面注意心和肝的关系，主要两者相辅相成，体现在调节血液的循行。心主血脉，主次血液的循行，为血液循行的动力。而肝藏血，一，它贮藏血液，随着人体生理活动的变化，随时调节血液的分配，将血液运于诸经。通过什么运于诸经呢？通过心主血脉这个动力运于诸经，从而建立起在血液的运行上心和肝的关系。因此，心主血、肝藏血的功能失调，在病理上会出现血液循行障碍。将来同学们在学习诊断学、学习临床，后面我们学习病机学、学脏腑病机的时候，那么心肝火旺，就会出现血液运行失常，其中会有表现为一种出血性的病理改变。它的理论依据在生理上就源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二，表现为神志上，就是他们调节精神情志方面的关系。我们在讲中医的神志学说的时候，讲五脏藏神，心为主导，为五脏六腑之大主。那么心主神志，它对全身的神志活动具有主宰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讲了肝主疏泄，调节精神情志。在调节神志活动当中，在五脏之中，以心为首，发挥作用，肝仅次于它。我反复强调，心通过调畅气机来调节精神情志。那么，心和肝之间通过
心主神志和肝主疏泄这个机制来相辅相成，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来协调人的神志活动，使人的神志活动能够正常的进行。因此在病理上，心肝之间的关系失调不仅可以表现为血液循行障碍，也可以表现为精神情志的异常。将来在学习病机学的时候，心肝关系失调或者是表现，有的可以表现为血液循行障碍，有的表现为精神情志的异常，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将来在学习中医诊断学症候学的时候，大家通过心肝关系失调所反映出来症候那些症状，就可以进一步体会为什么心肝关系失调所反映出的症候，他们在症状的构成上既有血液循行的症状异常的症状，又有精神情志异常的症状，它的理论依据就在于此。下面讲心和肾的关系，这在脏与脏之间的关系里面是一个难点。到此为止，到现在为止，有多种学说解释心和肾的关系。我们把目前大家学术界得到共识的学说一一介绍给大家。心和肾的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介绍一个名词，把心肾之间在生理上的处于阴阳和合这样一种状态称之为心肾相交，这是第一个概念，心肾相交。二叫水火既济，是心属火肾属水，所以心肾之间的关系表现在正常状态下可以用心肾相交这个术语来表达，也可以用水火既济或者水火相济这样的术语来表达。第一，我们介绍，注意啊，我前提讲心肾之间处于阴阳和合的状态，两者之间处于一个和谐状态，即处于正常的状态，把它规定为心肾相交。根据他们的五行属性，又说他们是水火既济，水火相济。注意这个概念的外延大，而讲第一个学说来论述心肾之间的关系时候，这个心肾既济，请大家注意，心肾既济从传统经典来解释，要比刚才我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这个内涵要小，等到后面我们讲的时候再进一步给大家解释。用水火既济这样一个原理来解释心肾之间的关系，怎样来解释呢？它的理论依据是根据阴阳五行气机升降的理论，把它们统一起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用阴阳学说来说明心和肾之间的关系，心和肾之间的关系。那么心属火，肾属水，规定心为阳，肾为阴，这是第一。用五行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心在上属火，肾在下属水，在五行一水一火。用气机升降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心在上，在上者一下，肾在下，在下者一升。心肾之间就是通过阴阳水火升降的理论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阴阳升降水火处于和谐状态，这个和谐状态称之为既济相济。在既济相济的条件下，意味着心和肾之间的关系
处于正常状态，把这个状态称之为心肾相交。看这里面第一个论据讲的，第一个论据从水火讲，从升降讲，从上下讲，一阴一阳讲，我们把阴阳省掉，那么心火气机不断下降，肾水不断的上升，两者互济，升降处于一个和谐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从总体上心火和肾水处于阴阳上下升降处于和谐状态，我们称之为水火之气。这就刚才我提到的，从广义来说，它水火既济这个概念是从整体讲心和肾的关系，讲心火与肾水的关系，讲它们升降阴阳的关系，称之为水火既济。那现在对心水火既济这个术语的规定，术语的规定，第一个意象就取心和肾之间，从总体上它这个火不仅仅是心阳，这是指到心在五行上属火，肾在五行属水，指水和火，心与肾，生与降之间处于和的状态，即相交的状态，既济的状态，称之为水火既济。这是它的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也可以说是经典意象，讲心肾相交最早出现的解释心肾相交的，是指心阳和肾阴之间的关系，叫肾水。过去讲肾阴，实际是心阴肾阴说的，它这个肾水应该作为肾为水脏的话，包括阴和阳。可是古人在第一次定心肾相交的时候，强调那个肾水是指肾阴来说，强调肾阴要上济，心阳要下潜，是心之阳肾之阴处于和状态，就上下相交，即肾阴肾水上升，心火下降，互相相交，称之为济济，就相交济济。这第一个是讲它的广义的含义，第二讲它的狭义的含义。狭义的含义，这个是第二个意象，是最经典的心肾相交。将来同学们再去学习方剂学，会学习黄连二焦汤；将来学伤寒论的时候，临床伤寒论会讲少阴热化症。黄连二焦汤症，那个方子，那个理论，就是狭义。我们今天认为它属于第二个意象的心肾相交的理论依据。这是第二个指向意象，仅仅是指肾阴和心阳之间的关系，就肾阴和心火之间的关系。黄连二焦汤不是肾阴虚下，心火亢于上，心肾扑焦。黄连二焦汤组织，那个方子的组成，用大量的滋补肾阴的药物，用少量的抑制心火的药物，意味黄连。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方剂学会进一步讲述这个内容。这里面只讲到讲心肾相交，第二个意象是指肾阴和心火之间的关系，水火上下相济，它的来源，它是这个概念怎么来的？这个概念，这个意象在临床有什么指导意义？第三个意象是指心之阴阳，肾之阴阳，心和肾，阴与阳互根互用的关系，体现为阴生阳降，阴阳相交。实际上这个心肾相交用水火既济来代称，它应该是心的阴阳和肾的阴阳上下处于和谐状态。那么第三个意象，它从阴阳这个角度进一步说明了火和水之间的关系。实际第三个意象是从肾的阴阳来说的，那么肾心的阴阳来说的，实际从四个方面处于一个和状态，才意味着心肾相交。
和第一个意象把心属火做一个总体，那这个心火按照第三个意象来理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心阳，但是传统上我们第一个意象这个就是说从整体上强调是火，这个讲用心火下降甚至上升，是从五行的生和升降学说来说的，用这个词，用心在上属火，气机一降；肾在下属水，气机一升，上下水火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叫做心肾相交。这个意象并没有完整的回答到底他们相交，从阴阳学说来怎么来理解。那第三个意象是从阴阳学说，身心之阴阳和肾之阴阳，四者处于相交状态，他们互根互应，处于相交状态，构成了水火机器。中间第二个意象就是传统的心肾相交的概念，仅仅指肾阴和心阳之间的关系，或者称习惯上又把它称为肾水和心火的关系。讲第二个意象的时候，习惯是讲肾水和心火的关系，不要和第一个意象就这个心火下降肾水上升这个水和火的外延内涵统一起来。这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称心阳和肾阴的关系为心火肾水的关系，是在强调肾阴不足心火偏亢，是指在这种条件下指定这个阴阳水火的，就是同样一个火和水在不同的语境下它的内涵是不同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定义的时候要清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水火升降是心阳和肾阴相交是个经典的定义呢？而泛义严格来说应该是指第三个意象，能够更解的具体。大家将来学习方剂学的时候，大家注意调整心肾不交，就心肾相交是正常生理状态，我们把生理状态转化为病理状态叫做心肾不交。将上面我们提到一个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汤今后学习方剂和临床大家注意，焦太丸、黄连肉桂交通心肾，天王补心丹交通心肾，真武汤也在交通心肾。将来同学们读这个方解，黄连阿胶汤也在交通心肾。如果我们在这里只讲肾阴和心火的关系，如何解释焦太丸，如何解释天王补心丹，如何解释朱砂安神丸，上述提出一些方剂就是用心肾相交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结果总结出来一些著名的代表方剂，他们确实来调整心肾不交具有卓越的疗效，从古至今为临床医生所习用。理论的目的除了解释意义之外，在理论上解释意义之外，它必须有重要的指导实践意义。如果仅仅我们限于第二个意义定义，那么就是和我们的临床实践相不相符合。所以应该是第三个意象容就容易解释我上述提出一些临床实践的具体成果。这是第一种学说，叫水火既济说，来解释心肾之间的关系，这是这里面的重点，大家注意啊，要求同学们掌握着。这学术界已经共识，学术界共识这第二个意象，等到临床课的时候又讲他们心肾阳虚这个心肾阴阳之间的事情相交，讲这个，但是回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什么又回不到，又和他解释和经典的心肾相交解释不完全一致，没有法解释。我们在这里面把他们统一起来，将来学症候学大家进一步体会，就是心肾之间的关系失调会表现出哪些症候呢？这上面提那些症状那些这个方剂
就是围绕这些治疗调整那些症候的。那么回过头来往回推，你就会推出它应该怎么定义了。我们在这里要求同学们掌握水火济济学说几种不同的意象、不同的内涵。这个理论有什么指导意义？虽然现在大家没学习方剂，没学习正好学，在脑子里建立起一个初步建立起的概念来，不能仅仅一提心肾相交、心不交就是黄粱药汤。我们在前面讲五行学说，用五行学说确定治疗方法，最后提到一个泻南补北说、泻南补北法，那里面已经提到仅仅特指肾阴不足、心火偏亢，那里面已经交代叫做传统经典的心肾相交，就是他说的这个学说，要求同学们必须掌握的。在此基础上还有一说，就是从心和肾的生理功能来说的，主要是从精和血的关系来讲，叫精血互生说。这心能主血，肾能藏精，精可以化而为血，血可以化而为精，两者互生，互相转化。就这个一讲，构成了心肾交通、心肾相交。第三个学说，从调节神志来说，神志活动来说，叫精神互用说。那么心藏神，肾藏精，这里讲的精和神的关系，说精气能化而生神，神又能够御精益气，就能指挥精的生理功能，能指挥气的功能，指挥他们之间的转化。实际这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把精和气、精与气、精与气作为人体的生命物质，而这个神表现为了生命的功能，这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心和肾的关系，叫精神互用。第四个，只希望同学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解一下就可以，这个是最难理解的，叫什么呢？叫君相安慰，是从金火和相火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心为君火，因为什么呢？心在上，心在心居上啊。那么说肾为相火，说相火在下，就是君和相，君位居最高，相位于下，说君相之间的关系。那么心为君，肾为相，大家注意，相火不仅仅肾有，将来肝胆三焦都有相火，所以这一说仅仅是一说，那么如果说用它就能很完美的解释心肾之间的关系，还显得有一点勉强。在这里面介绍给同学，只在告诉同学们，从历史到今天解释心肾相交的学说，还有一个从君相火这个关系来解释他们间的关系。那么君火和相火，古君火以明，相火以慰，说君火正常，相火才能安慰，那么相火安慰，君火才正常，这两者处于上下交交状态。我们用今天阴阳来说呢，那这个学说主要是强调心阳和肾阳之间的关系，强调火的关系，这仅仅是一说。上述就是心肾、心与肾的关系，就是水火既济，精血互生，精神互用，均相安慰。从不同的角度，也就是说利用不同的学说说明心肾相交的机制。同学们掌握的重点是第一个，最后这个仅做一般的了解。下面讲脾和肺的关系。脾和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气的生成和水代谢的关系，能说起来就记两个字，气和水的关系。注意到此讲，我们讲前面也曾到提到一个气和水的关系，后面还会有气和水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一表现为肝、肺和脾在气的方面，
主要体现为气的生成方面。我们在讲脾胃为脾主运化时，提到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在这个基础之上，古人又得出来一个理论，得出了这样一个理论结论，叫脾胃生气之源。气的生成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水谷精微，所以称为脾胃生气之源泉。脾有什么作用呢？上疏水谷之气，送到哪去？通过生清送到肺，而肺为主气之枢，肺主一身之气啊，它通过它的呼吸作用吸入清气，由肺为吸入的清气和脾所化生的水谷之气，两者结合起来集于胸中。从脏腑来说，我们可以说在肺相结相合，化生为什么呢？产生一种新的物质，叫做中气，叫做中气。通过中气这个环节，就气的生成过程中把两者联系起来。二，水，脾主运化水液，而肺主通调水道，肺主行水。肺为水上源，脾为水液运行的中流砥柱。脾转输了水谷精微于肺，通过肺的宣发速降通调水道的功能，腹部水谷精微到达全身，调节水代谢，说两者密切的结合，调节人体的水代谢。从气和水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在病理情况下，气的生成障碍叫气虚，气虚所累积的脏腑在于肺和脾。将来同学们学习方剂学，去读四君子汤，就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是中医学治疗气虚的代表方剂。同学们查一查，这四味药都入哪经？入脾经和肺经。为什么？就是原理论依据就在此，在于脾和肺在气的关系上。在水液代谢失调，水液代谢失调的时候，也会表现为脾和肺的关系失调。将来同学们在学习内科学水肿的时候，在水肿的发病规律治疗，第一关治肺，要发汗利尿，接着要见随着水肿病的演变机制，由肺进入到中焦，由上焦进入到这中焦，表现为脾，脾运化水液失常，那么两者的关系失调，加重了水液代谢失常，在这个时候表现出的病理变化的特点，累积到由肺累积到脾，脾肺两病，脾肺两病。将来同学们会学习，水肿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比如月杯汤，大家查那个方里面那个药物。脾肺入脾肺两经，理论依据就在于此。那就是说，把发汗利尿、健脾利湿结合起来。下面讲肺与肝的关系。肺与肝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机升降方面，就是记住的一个气，就这个气是指气机，表现在气机方面，这是第一。第二，表现在血，就血运行上方面。其中难以理解的表现在气机生脏方面，气机表现为形式为升降出入，把出入省掉用升降，代表既有升降又有出入，习惯上在行文上常常用这样来这个行文。那么肝主疏泄，肝的生理特点喜调达而勿移，其气一生，肝主生。而肺呢，它的虽然它升降出入统一，但是呢，肺气以下降为顺。
那么肝和肺两者相比较而言，肝生肺降，升与降处于和谐状态，意味着从气机运动这个角度表明肝和肺之间的关系正常。换言之，只有肝主生发，肺主失降，它的功能正常，气机运动才正常。后面这句话说全身气机升降到了，在这里面仅希望同学们了解一个概念，或者了解一说仅仅知道就而已。在人体的躯干，人体主上下内外左右，左右内经讲说左右的阴阳之道路也。如果把阴阳这两个汉字符号换为升降，那左右则升降之道路也。这是一。第二，说肝主肺右，就总气化的分布而言，提出了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一说。大家注意，这仅仅知道记住是按左右的分布将脏腑分。注意啊，从就气化而言的，就左肝右肺。同学们千万不要把理解为这是从解剖说的左肝右肺，这是从气机运行按照阴阳左右，那么阴阳则这个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左右阴阳升降，从这个逻辑推来的。说左右，那就是左右是气机升降的道路。落实到脏腑上，肝气在左，肺气在右，是指肝肺之气的气化体现为左肝右肺。左肝右肺说是中医理论当中一个重大的比较难的学说，从古到今有许多学说来解释，这里面不要求大家去深究它，仅仅知道就气化而言，气机运动而言，提出了左肝右肺说，只在解释全身气机升降的通路和肝和肺的关系。将来同学们在学习内科学，学习贪饮这个病的时候，会进一步提，会进一步讲，通过那个病，通过那个方子来理解肝和肺的关系。第一，表明在气机升降的关系，这里面讲左肝右肺仅仅打个招呼，只需要记住仅仅是指气化而言，不是指形态学而言的，不要误以为中医对肝和肺的解剖位置认识错误的，不要这样的理解。这是第一。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脏腑气机升降的一般规律，仅仅讲在上者一下，在下者一升，脾胃居中能升能降，形成了上下升降出入正常状态。到这又讲一句话，从左和右，左和右，左升右降，加上这句话就肝升肺降，就完整地表达了五脏系统脏腑气机升降的一般规律。这个是最难理解的。回过头来嘛，咱们回忆讲肝肺之间的关系的话，曾经讲过木火星金，举个例子，发大这个大型肺炎，那么咳嗽、牵引、胸痛，中医怎么解释这个道理呢？就是肝肺之间调节气机异常。也讲的左金平木，他们都是依据这个理论来的。第二，气血运行，肝藏血调摄全身的血液，而肺主一身之气，通过中气的环节调节全身之气，促进血液的循行。
所以两者结合起来来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那么肝和肺之间的关系失调，不仅可以表现为全身气机升降异常，也可以表现为血液的循行异常。下面讲肺和肾的关系。肺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水、水液、呼吸、阴液三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水液，是水代谢，呼气指呼吸。肺脾的关系讲了一个气和水，这又讲了一个气和水，但是虽然同样是一个符号，表现的内涵不一样。这里面水是水代谢，这个气是指呼吸。第一，我们看看水的关系，这个什么叫做本，什么叫做标，这个标和本无非强调肺和肾两者在水代谢过程中水为主水为次而已，就强调它们的重要地位。至于什么叫标本，标本这个概念又是中国古代哲学一个范畴，中医学引入以后，在医学里面标本这两个字有多种意象。在此不要求同学们去深究它，就只知道这个标本的含义，无非强调两者的主和次的关系而已。在水代谢过程中，肺和肾，我们肺为水之上源，肾为主水之脏，肺在上焦，肾在下焦。我们在讲肺通调水道功能，肺主行水功能，讲说肺气通过宣降腹部水液到达全身，水代谢产物通过三焦下归于肾，那将通过肺的水代谢的功能，肺和肾联系起来。而肾呢，肾主水液，为主水之脏，通过肾的气化，我们前面讲过，它接受了肺和脾下输的水液代谢产物浊，经过肾的气化作用，进一步来将这些浊分为浊中之清和浊中之浊，通过肾的气化作用，通过三焦的通道到达于肺，那么又将由肺将肾联系起来。就两者在水代谢当中的作用，水主谁次呢？肺为主水之脏。我们在前面讲肺主行水时强调说，肺为调节全身水液代谢平衡的主要机制，这个脾那个肾为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主要机制。在调节全身水液代谢平衡当中，它居于重要地位，它的含义就是肺为主水之脏，把它概括起来，肺为主水之脏。我们定在水代谢过程中，这两者主次，那肺肾主肺次，那肾是本，肺就是标，就这个意讲，两者在水代谢当中表现为标本关系。其次在呼吸上，我们前面讲过，肺主呼，肾主纳，肺为气主，肾为纳气之根，呼纳阴阳和合，呼吸调匀，这在肺主呼吸呼吸生理上讲过了。最后一个比较难理解的，就在基阴液方面，我们在五行提到叫金水相生，叫肺和肾之间的关系是肺属金，肾属水，按照五行相生，金能生水。大家注意，按照五行相生关系只能提这个母子关系，那就把他们关系说清楚了。那为什么要叫金水相生呢？根据肾命门学说，说肾阴为阴身诸阴之本，就这个意义讲，水能运金，就肾阴为肺阴之本，又倒过来了，强调肾阴的重要作用。那就是说得出的结论，肺肾阴亦相互支撑。在讲前面五行确定治疗方法时候，用相生关系确定治疗方法，讲个心水相生法，那里面加重强调金水相生法治疗的重点不在金，不在肺，而在肾。这同学们就会问说，李老师你讲说金能生水，
说拇指关节失调表现的虚症应该虚则补其美膜，你这怎么又来强调补肾补脂呢？就五行学说来说，拇指关节说金能生水，虚则补其母，这是对的。按照这个理论，应该肺肾两啊之间的关系失调的好，阴失调应该治金而不治肾。那么前提讲了，用五行生克化关系解散出脏腑在生理病理的关系，前提就是部分的解释，不能完全的解释。所以才发展到后来的肾病学说以后，从肾阴肾阳为阴神诸阳诸阴诸阳之本这个角度来散出他们的关系。那最后强调是肾阴对肺阴的作用，所以在肺肾阴虚的时候，将来同学们在学习百合固金丸的方剂的时候，就会进一步体会到肺阴虚肺肾阴虚为什么把治疗重点放在肾而不在那个放在肺上，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来。两种邪说同时存在，在各自的条件下都是正确，它也反映了算术某一个理论也是不断的往前发展，就站在什么角度在什么前提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节课讲的最难掌握的就是心肾相交这个概念，而且理论意义和时间意义还非常重大，就希望同学们在复习的过程中学习过程中要加深对它的理解和记忆，这是这节课讲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今天的课也到这里。